还不赶快回来！好的，欢迎回来。哎，刚刚呢，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开发上面的这个血泪，血泪跟一些秃头的部分。好，这一趴呢，这个电玩展能玩到的内容，今天特地有带来，我们才知道，请让我们可以试玩一下，是对不对？那我们要玩这个怕贵的试玩版。好，那今天你要是帮我们试玩，对不对？好 ，OK 啊，因为建筑在我这了。好啊，那我们就直接进游戏画面，我们边看游戏画面边讲好了。好，移动在这边啦，看一下哈。OK， 跳要跑步，然后这一代有多了耐力嘛？对 ，Auto 可以翻滚，所以翻滚什么的感觉会吃耐力，对。对对对，哇，连段的，哇塞，林，哎呦呀，这不是一代没有这些东西。对对对，其实它的大概概念就是左键开始，嗯，左左左，或者啊，你要连段的话，就是先左，然后再右，左右右右，哎，左右右右右，或左左右右右右右，哦，哎，那右键按住它会蓄气，右键按住还可以蓄气，对对对对，好，懂了，先试一个，哎，马上错误。有一样就很虚气啊！哎呦！好了，它本身有一个主神在，哎，它长出主神了，真的哎！对对对，翻滚好帅！哦，那个房子那边有一些技能道具可以解。房子那边你探索一下好不好？我探一下，房子那边这边、哎、这边有四个，我们会先把一些给玩家可以抢先体验东西先放出来。投掷令牌，香蕉，台湾烂香蕉。哎呀，台湾的香蕉很香。哎，香蕉。然后暗巷那边也有一个，我都直接偷偷跟你讲。有，我会记。你没有偷偷，你超级讲。风师爷，新的道具。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要怎么知道那是又做来干嘛？按 tab 吧，按 tab 可以看吧。哦 ，tab 可以看到。然后滑鼠按住，滑鼠点左下角会有东西。投掷令牌，晕。对，一个是晕眩的，护甲是风之眼，它就是辟邪的，啊，它就是，好，你可以释放一次看看。哦，它是技能，所以它是看 CD 的道具。对，那我要直接去前面那个人放。好嘞，然后看到一个，哎，他是坏人吧？那是鬼。哦，又晕了。那什么？一，那是一的投掷厉害。哦，哎呦，你这一招就是吸血的。哦，这招吸血，还有吸血的招。砍到地上开莲花，真的好帅哦，很美哦。还有一个就是，你砍一下左键，后面接右键，一直接到底。哦，有升空气！哎呦，哇哦！大范围的轰炸，哦，所以它踩下来的那个阵型。对，也有伤害，哎，后天八卦也有伤害，里面有一个探索一下，探索一下。我是看到人我受不了，看到怪受不了。有亮亮，哦，五雷令牌，就是之前打厉鬼的那个。对对对对，五雷。按住进入瞄准，放在这哦。这个远程的，马上来放放看。快快快！我是要按住，上按住，上按住，上按住。我以为是要滑鼠，来不及。我要，中键可以锁定怪物。我踩一个八卦出来，踩在他脸上，羞辱他。而且他骨子瘦，他走路的时候有种秋感。对啊，秋感自信的感觉。因为现在是神明上升，有给他一些神力。现在他是上升状态，对对。霸体，太棒了。你知道这里有东西？我不知道这里有东西。看那边，那边。你看我过来了还是不知道？刺棍。好，那我们现在这一次有加入背包，对，备用背包。太好了，你可以自己组合自己的组合技。哦哦，反弹伤害好像好用哎。不行，我先放着。被围攻的时候用那个也好用，嗯。好，组错到了，哦，我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数位典藏的嘛。哎，哎呦，危机四伏啊！哎呦，我被揍了，不怕，我踩个八卦。好，
那个法器可以放。法器。哇，他趴在地上。等一下，我忘记我的法器有哪一些了。是，你要。咦，这不太差。哦，帅帅帅帅帅帅。哎，好，声音太好了。观音瓶。偷看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哎呦呀！哎呦，先晕再说。不错哦。好歹我是有历史观的。对对对。对 R 六的，对 R 六。超猛，已经很久没玩了。哦，好帅啊，动作。哎，等一下，不是我捡个东西啊。哎，香蕉。那可以吃的东西。啊，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吃，等一下没体了，快没体。可以按一下，风师爷护甲。哦，对哦，但是玩笑，哎呀。哇，这样就断了。可以可以可以，还可以放，还可以放。电四也可以炸开。四是霸体嘛？正退，没有，它可以直接震退敌人。哦。因为我们这边是只吃 CD 时间，所以不限次，不限次数，对，就常驻技能了。好了，准备打王了。哎呦，哇，那，哎，先补一下，补一下。嗯，好，先吃个香蕉。哇，哎，按错了。补，按开顺。六也可以吃，没关系，我要吃香蕉，因为我很省。这代补血有特效哎，比较清楚。嗯，这代补血有特效。有桃子，寿桃是补比较多的，寿桃补90哦。对对对，刚看好像补90。好，准备了。哇，没有东西捡了。哇，王来了。哇哦，谢龙介来了。他就是龙介吗？七十岁的谢龙介呀。他不是蓄力，不是可以上那个状态吗？是状态吗？对，攻击力会加倍。哦，我去上状态，来吧，你要不要再蓄一次？你现在在动画，来，我再戳他一次。好，你想干嘛？喂，哇，我跑好多！哦，糟糕，糟糕！哇，你要不要往前闪？你的技能可以放一放，好，不用客气。哇，没电到，没电了。哦啊！第一、第四都可以放。哦哇！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我放了啊？被中断了，被中断了，还有中断呢？哎，哇，不容易了。我先看一下，我先看一下他的攻击模式。对，都是道士的姿势。对。对啊。好，第二个护甲，冲进去你就开护甲，远程就丢远程攻击。哦，不容易耶！哦，这招吸血我看到了。对对对对，你可以看到这招吸血。哦，我是不是又没电到？有有电到，他的护甲有消四，轰下去。四是直接震开嘛？哦，那是一个霸体，因为它是网啊，没有用这么，所以就比较不会用直这样。哦，然后跑掉了，开起来，开。哦，这个就是增加护甲。这是范围吗？还要看好哦，看能不能看出端倪哦。我看得出，但我刚刚在蓄气。因为他是一个魔道士，所以他是用神明的法术来改出来的，所以都会有一些缺陷。哇，他的端倪是什么？他的白色的地方吧，白色吧，水。所以你沾水就没事了吧？不知道，你真正看吗？我真正看。嘿嘿。哎呀，舒服啦！快来，提示太大，提示太大，点一下。哎呦，啊，底下有开。黄色那条是什么啊？王头霸，那个是他的那个霸体。糟糕，这个符好难懂，会有一段时间是打。吸个血，有吸到。推一点补血，推一点补血。哎呦，等一下，没补到，没补到。龙介，我吃个桃子。龙给我点时间啊！哦，那里面飞过来的符里面有一些是特殊的符，哎，会会上一些状态，就对，对，会不同的惊喜，对，不同的惊喜，一番赏，哎呦哎呦哎呦，技能放一放，技能放一番赏太多了，漂亮，他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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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了，快，很晕了，第一、第四都给他开开，对，偷补血。没有错啦！哦，赞呢，又你又炸了半条哎！啊，来了又来了，又是这个阵。水水水水水水水，水啦！水啦！你已经炸不到。劈他劈他劈他！可是他还会再开一次，进不去啊，这个时候。
搞不好可以用什么东西打他进去啊？我这不去，挡他挡他，电他，他在水电他，我看不到我的电，我看不到。哇，欸，这边是不是也会烧啊？这次公开网，我们回去要改一下。你可以改，我觉得可以改，完全都可以。我觉得你要把那个水改得更小。我也觉得，我觉得那水要把那个提示改更小，水要更快，写在网脸上，这样超小，大家水要水要更快，就是迟疑一下下就直接吃到了。好爽，电闪！哇，这是混，这个是对对对，全部颠倒。哇哦，哎呦，哎呦，晋升就开二，风狮也护甲。我跟你讲，老师以我以前参与一些游戏的话，你觉得已经很难的时候，起码说今天再调两倍呢。没错，啊，其实啦，我有偷偷的，这次参加电玩展哦，把它调简单一点，把它血量是加200%。哦，对，但是大家应该还是觉得很 OK 了。嗯，我呀，哈扣玩家都超多的，对，真的。我最后还会再开一个鬼月模式。鬼月一刀下去就一半条血，就是哎，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种，一刀下去半条血，太客气了啊！然后一看到就死掉了，还有点吓人。然后过了成就打开就送一套衣服给你，鬼月的服装啊，可以可以，听起来就是为对战的时候准备，好帅。那我们对战，所以我们做到第一章跟第二章，未来对战是第一章跟第二章所有的角色都可以使用。算是一个，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角色词。这炸什么？哇，那这个哦，嗯，那就那个位置，嚯，凶啊！翻，哎呦，哇塞，哦，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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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快快快，不行了，他要吐什么东西？吐，你动不了了，哇，哇。我的妈呀！护甲，护甲，护甲！你现在只剩护甲可以挡了，你蹲，哎，哎呀呀，也可以。哎呦！哎呀！还开护甲！哎呀，来不及！哇，哎呦！贴了一个符哎。对，贴了一个符会不怕。哦，很顺过。哎呀，过厉害！哎呦，矿主就是有难度哎，但可以可以再难，可以再难了，可以再难，可以再。我们再调为100%，上个代理。初见过就不行。出现过就不行。依我来看，这攻击至少要调400%。出现过就不行。他口味很重。我觉得那个水要更快，就是一迟疑就要被炸到了。水要放招的不能迟疑，就不能有那种停下来还可以这样。老师啊，在这电死大家，电死大家，电死大家。好，好，那这个虽然那个想问一下啦，这是目前的第二章内容，有确切上市的时程？暑假。哦，今年暑假好快哦！是希望今年暑假还是一定要今年暑假？应该今年暑假没问题，因为我们角色已经都完成，现在只是在组装。OK， 组装进我们的游戏场景。OK， 这样子。那这个会有这个后续吗？这边就直接问，就是会这样子，比如说第三一路还有第三吗？我们就是今年暑假上第二章。第二章完了之后，我们就是冲刺对战版，对战模式，对战模式，对对对，然后就是拼明年。之前我记得在序章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等于说是对战的那个模式的影片，那个时候好像有秀影片，寻角好像秀过一下，学校是不是？好像是学校的场景之类的。那时候再开出另外两个台湾知名鬼屋出来。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非对称，非对称，然后是。三鬼打一个，是吗？还是三个关将手打一个鬼？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又有在改进了，对，就是说会三对三的玩家哦，正头方跟厉鬼方哦，那要打的时候就是它是有一个时间轴的，有一个时间轴，它又是三对三，可是它又是非对称，你老师你。很神秘哦，很神秘，我就怕被人家抄走啊！这个要藏好，是啦，是啦。那当初地图啊，也有说是那个，比如说嘉义的民雄鬼屋嘛，台北西院啊，台南杏林医院。那正式上市也是以这三个为主嘛？还是好像讲听说这地图有比较什么难处之类的吗？哦，像那个，其实我是有一点顾虑啦，可是。到明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个杏林医院出售了嘛，那可能就要拆除了。哦，民雄鬼屋那边也出售了，也出售了，对。
好像也要拆除了，那最后他的声音可能就会留在我们打轨里，我们那时候再出可能比较不会被地主觉得说对影响我们地价啊或什么的这样子，我明年出也许会比较安全一点。 OK， 所以有这方面一点点的顾虑这样子。对对对啊，像那个台北的那个瑞芳台金戏院其实它已经被改造了哦，所以可能已经不太一样了。对对对，至少他当年很阴森的那个电影院，我们有把它做下来，还好我们已经提早做。哦，好险已经先去取过材，好险先弄起来。对对 对，这边呢、啊，那个，老师们有准备说，应该说你这算是花了蛮长时间在游戏开发上面的嘛。嗯嗯嗯。那你自己有觉得有一些你觉得做的对的地方，跟觉得错的地方，想要分享给？观众里面可能如果也有想要参与这个独立开发，对对不对？就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打轨现在已经快接近第三年，其实碰我做对了三件事情，打轨才能做到二，那就是才能打轨一、打轨二跟等之后要出的对战模式，做对了三件事情。对，如果我做错其中一个，打轨就没了。第一个就是资金，对，那资金在我们。制作过程当中，我觉得做独立游戏都会碰到这种问题，当然我是建议大家啊，先不要人家拿了几百万过来，就要拿掉一半的营收或6%的6%以上的营收，那因为年轻人嘛，哇，看到几百万来就把觉得可以了，对，冲了，今把公司的这个命脉就直接，因为超过六成，我们对做独立游戏来说会失去自由，对。等于你做出来了啦，对啊，因为人家配股已经超过一半了嘛，对不对？老板讲什么，人家觉得不要，你就可能做不下去，啊，那再来第二个是内部和谐很重要，对，一定，因为我现在是跟两个8年级生，哦，一起做，我还6年级生，对啊，有时候我们要讨论嘛。有时候我也希望可以吸取年轻人的想法，毕竟我希望做出来不是我们5、6、7年级生在玩而已，在8、9年级生、10年级生要出来，我就要吸取他们的想法、经验啊。吸取过程当中的时候，我有时候讨论到我有2、3次差点爆气，才2、3次已经很 peace 了，我觉得。还才三个人呢，还好我们三个人修养都不错，这个真的很难得，很难得。因为通常。很强的人不一定在和谐上面是很有共识的，对，很有共识的。正因为他们可能能力特别强，所以也比较自我跟主观一点，有可能。对，所以我蛮难的这样子。很感谢我以前带大公司的两位老科长，当年包容你吗？对，蛮磨练的修养很好。那时候我也在公司爆气过啊。对啊，人家就是修养好，对不对？不然我就是会被裁的那一位。然后第三个就是取材了，因为我们为什么找资金还是投补助款啊，那辅助案什么的会比较顺利，因为我们是其实啦，我们退一步想，其实是在为台湾做事。对啊，那我们是找了这个道教的为起点，对，里面又是讲台语的，对，可是我是客家人呢，那哈嘎宁呢，我要讲好发呢，对啊，可是我家里又是基督教，对，我在做道教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填掉嘛，要做功课，对，做完下去你感动了，那你再告诉别人，别人也会感动，对。你真的有投入了，有了解了，才会喜欢或讨厌某件事情。对对对，而且真的有取材的话，有真的有照片、有文字、有档案出来的时候，共鸣就比较去。对，而且你真的去提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至少拿得出来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吧。没有错，不然政府怎么知道你到底要干嘛呀？老实说，像我在提政府补助款，下面120个委员。一招一招打上来，你知道吗？对啊，我就在上面挡货，这招用什么招？击破回去，一招一招打可是有这个，哎，好吧。本来一开始风师爷，一开始进场每个人是这样看我的，这是真的。他最后我就见招拆招，因为我有做功课的来嘛。对，最后全部都招式都打完了，最后每一个就是变和颜悦色的，对，一定年轻人这样子啊，因为他们。
他们也要把关，那也是人民的钱的一部分 啊，应该这样说。对，然后又看到我们是真的，所以严格是应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追到最根本，真的是为台湾做事，因为都是台湾的文化，对，都是习俗。就算就像我们是外省人，我们小时候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可是看到还是会有一个啊，这是台湾的东西，还是有熟悉感，还是这是台湾。就你真的了解文化的时候，像你常常其实经过，一定会在路边看到有庙，或者是有一些庙方的一些活动，都不太了解是干嘛的，里面人的职位啊、镇头啊，对啊，这他们的种其实都不知道。那真的去参与过之后，就发现说，哎，他们其实都是有他们的逻辑在。没错，你服不服他们逻辑是一回事，但是他们是有一个逻辑在那边，就觉得比较有趣。很感人啦，其实真的很感人，希望可以做好出来。而且就像老师说的，哎，就马上就发生了，你们在里面建好模具好材的，今年就可能已经改建或怎么样，都已经没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对啊，因为那些都是一些比较老旧，或者是可能准备要拆除或者是废弃的地方，搞不好就没了。你看我们以前住的眷村也没有啦，对啊，也没有老师帮我们做游戏，把我们眷村留下来。其实对对，其实像这样的游戏，真的讲长远的话，再过个十年二三十年，就是那些东西可能都已经不一样，它可能完全它已经会变成一种物质性文化遗产了。对，虚拟的物质性文化遗产了。是。好，今天老师呢还有带来啊，这个很特别的一份，哇，好重哦！哎，这个，我补充一下，刚刚我还有做错两件事情。那对哈，三对两不对，对，就是两不对。哎，我不是一路顺遂过来，我也会有时候会犯错。好，那大家借鉴一下。对，大家借鉴一下。借鉴。就是我第一个做错的事情，就是在一次直播上，对，然后有使用到一个那个让人见客的一块草地。草皮呀、啊，哎，然后去拼装出一个示意图出来，就是创作的一个示意图出来。好，那也感谢网友的提醒。好，因为毕竟虽然是跟游戏内部的东西是无关的，好，是场外的一个示范，可是毕竟是别人的作品，对，好，这样做还是不对。好，在这边跟大家致歉一下。嗯，好，这就是做错的第一件事情。对，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哇，这个真的忙，刺在背，真的好痛苦。这两年了哦，就是我现在每次发文上去说，哎，这个我们打鬼的新进度是怎么样？大概十篇里面会有一个人跑出来，什么都要出对战啊，我要玩对战，你要等多久？你是不是大鸡饭？我就每一篇我在那边都讲，好，在打鬼二之后怎么样啊，就是。我只要发一篇文，后面就会跟两三个。对对，我就有点痛苦了，我就好再讲一次，然后这次也透过这次机会跟大家讲一下，明年一定玩得到，嗯，好不好？那这个做错的事情是太早释出游戏相关资讯，对不对？对，没有对。这做错的事情就是太在意他们说什么，哈哈哈。专门打动白痴。我觉得，这有两个方面啊，我自己有一点就是觉得说。太早释出是一点，因为很多游戏公司他们也很多，就是他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会先做一个雏形或有 prototype 已经不错了，有些甚至就只是 markup 而已，可能 3D 模型拼一拼，然后用影片弄一弄，说这是我们最后想要做出来的样子。对，那有时候释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其实他们也不一定有这么去。想要去刺激你或攻击你，但是当他们讲要打鬼，他们脑中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哦，对，不是有个对战模式吗？出对，所以有些人他的行为会只剩下那样子，因为他们比较直白一点讲就是无聊，我只能这样讲。然后他们呢讲到打鬼的时候，只会想到说他们可能对单机的内容比较没有兴趣，或者是已经过了这样子。没关系，我怕他们到时候又要继续，不是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也是这样讲啊，就是后来一些机缘的关系，对啊。我也被感动了，然后我这个一做下去，好啊，那头也洗下去了，对，头也洗下去了，哎，也得到，其实神明那边也有一些正面的回馈，啊，透过一些宫庙什么才知道说，哦，我这样做其实，反正一件事情一体两面，对，反正我就是时候到了，稍微转一下，啊，我让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也需要成长，好，那讲说好的一定会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努力，你们团队有多努力，有多优秀。你自己问心无愧，就不用理那些人。我只能这样子讲。对啊，对啊，因为只要出来做事情，你是公众的话，就一定会遇到某些人。那你自己比较不了解，你不是诈欺犯，你就不用管他讲什么。
我只能这样子讲。然后希望自己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九成九的人还是很喜欢老师，然后很期待老师的东西，只是这种话都会比较大声，而且这种话都会本来就比较容易在100篇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对，尤其是你觉得这么啊，我已经这么努力做了，你怎么还说这种话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被看到。所以自己身体健康比较重要。对啊，我相信今天这集播出来以后，好不好？老师发文，原来是应该很多人去，就是跟老师说头发注意一下，好好休息，有时间就好好休息。我们可等，我们愿意等，好不好？我们希望下次老师出现是一个一路乱成阿翔的造型出现。没有这么久，反正你在等等。老师来一下，不错，绑个双马尾来这样子。那个红衣小女孩的，对，希望可以这样子。OK， 最后这个东西也要跟观众分享，对不对？这个是这个，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电玩展当中，其实已经绝版了。好，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一个台湾股权法，对，然后才有打鬼，对，因为我们是3D 的技术的传承上来沿用的。好，那这一次有一个实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好，那像在电玩展当中有不少人有得到这一个，哇，非常昂贵的这一个，很重啊！你们知道这有多重吗？那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全彩的哦，当时这个网友要敲完的。我跟你讲，一定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台湾股权法这一堆那些搞笑的这个漫画都是老师弄的。这一些啊，这一些，对啊，大概当年这个政治上哦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我在寻找创作的这条路啦。其实当这时候我其实还是老师，哦，然后做了这些漫画，对对，娱乐大家啦，哈，那什么做好做满啊，真的很好笑，一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老师做，对对对，哎对，这样一讲我才想起来，啊，这是我做的，这个会不会出状况啊？没关系，我就直接讲，这一位有没有海涛法师？其实他在故事当中他对上的是。美江，哦，啊，有没有？嗯哼，可是这一位美江已经过世了。对，就是去年的事情。对对对对对，哎，其实大家去看这些作品，其实他都很可爱，每一个人我都把他说得比较可爱。对，那这是实体，那在我们的粉丝团上，哦，其实都看得到这些漫画。电子的，嗯，都可以，对啊，看，但是这就是一个典藏的收藏用的全彩印刷，嗯，对 对，而且纸超厚，哎，对啊，你知不知道叠起来这一盒有多重？磅数超级高，对啊，对，那时候真的是不管成本的，因为就是只是为了想收藏，这就是有爱了啦，有爱做的，对。那后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小手游，不是这个。桌游，小桌游。那这个有得到的观众朋友哈，我在这边大概要讲一下怎么玩。这个就是一个互相伤害的牌组啊，朋友间三五好友啊，你想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去哪边玩啊，都可以靠这一份啊。怎么说呢？像这个，我开。哇塞，太精致了吧！哎，哇，这个是七龙珠的那个钻石。钻石显卡，对啊，哎，太精致了吧！但是这个是怎么个就抽？哎，这个玩法就是三个人，然后你看它上面哦，每一个都有弓啦，有吃卡啦，这个就是晚上宵夜要吃什么。要喝什么？真的哎，我马上看到一个吃的闪卡，超过分的。他阵法是这回合中若出现喝卡，大家一起吃合菜。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刚刚看到一个是，你给观众看一下。等我找那个哦，这边有一个弓，是一叠钞票。嗯，而且各位玩家凑足新台币1000元，给最后赢家去吃到饱，爽哦！这还蛮搞笑的哎。对对对，就是真的存在一个很深的恶搞魂哦。嘿，那这个玩法就是一开始就是每个人。可能今天晚上比较饿，每人拿个10张，好，然后你就看你要这一局第一局你要出什么，你就先丢出那一张出来。对，那这个玩法就是他会先，假设我先这样好了，他会先咏唱阵法，对，啊，咏唱阵法完了之后才是比大小，
OK， 有时候会强的会跟弱的兑换，啊，那可能就是还有加相加起来的攻击力，或者是他的那个龙珠成为基础偶数的话，会转换阵型。太复杂了，老师，反正你们应该有说明书吧？哦，这个是我们在那个粉丝团上有教学，有教学，就是看一下，阵法完了之后，看一下，就是比大小，赢的最后攻击力最高的那一个，他就赢了这回合。对，所以他有一点互克，就不一定说哪一张一定压哪一张，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对 ，OK OK。有时候丢出来加起来是奇数的时候，可能最小的会赢过全部人。哦，那最后玩到后来，大家晚上吃什么喝什么。就有啦，哦，对对，啊，通常都是，哎，太过分了吧？攻击力总和为偶数，你可以赏攻击最大者一巴掌，你这打朋友一巴掌太过分了吧？就互相伤害了，玩不下去了啦。此回合攻击力总数为偶数，辣炒一盘空心菜。好赞，还要热炒。呼巴掌又来了，玩家中有染发指甲过长者，你可呼攻击力最大者一个巴掌。老师，你很喜欢呼巴掌啊？OK， 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台湾股权法实体典藏版。现在这个真的还想要的话，要怎么收啊？这个哦，这个其实已经绝版了啦。哇，我那边是有自己私藏50套，就是送给有一些重要的人，还是有时候厂商或什么的。所以一般民众，如果你真的想要，好不好？你在粉丝团私我了，好不好？老师看看要不要割爱了，考虑一下。对啊，这个真考虑一下。好，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目前打鬼的最新的进度啊，是的，非常期待。开发上面的一些心路历程啊，还有给就是大家的一些建议、就经验啊，是，让大家可以参考参考。老师的身体保重，保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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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开发 ，OK， 身体还是要保重，可以等可以等。对，后来，我还学跟你学了一招，你知道吗？买那个高粱放冷冻，你知道？这是跟我学，这有必要跟我学？这个蛮多人都会的，老师是啊，蛮多人都会。然后有时候因为我要有时候弄太晚，我现在需要调时差，对啊，就喝个两三杯，这样子老师以后会失眠的。是啊，还是排睡得还不错，好好睡觉，也可以睡前做点瑜伽，伸展伸展。啊，真的就是在感谢老师哦，然后也谢谢阿北现在陪我们。不会不会，那我们有那个啊，我们先给看一下阿北的字卡，阿北的 Instagram、YouTube 跟 Facebook， 大家可以 follow 起来。然后这个我们那个老师的作品《打鬼二》。那网站呢就是 parkgame.com， 然后呢，Facebook 也可以搜寻打鬼，对，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看到最新的消息。没错，还有这个纸牌，嗯，还有那个电子的漫画，嗯，是吗？是，对对对对。好，那今天有没有抖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子龙800元每月一抖，黑菜中200元，快过年了，抖个芯片投资金，悠悠可以花100元跟大家讨个生日快乐吗？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定存仔杰林100元 ，A K A 谢杰林通告费基金第4期，Michael 50元今天解封费第2期，哎，感谢各位呢，谢谢，谢谢。好，那这个结束的可以帮我们开出来了，好。就再次感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没有请，非常期待，大家团队的都身体健康，身体顺利，身体健康，好，好，感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拜拜，拜拜。